的人生有多彪悍。宁静在学校里面不是校花，比校花还要狠，校霸。他遍天下无敌手。我以前那个脾气真的是，我没点就进着，对抗性相当强。我学校就这样的，我每天都要打一架才行。我们班四五十个人，我每一个都打过。分起来连父母都对。他在家里打你吗？打。你爸打你？打过你吗？打。你太调皮了吧？不调皮，他们就是那辈的家长手有点欠，你知道吗？遇到那一火药味十足，终于合作了。我们俩，要不然呢？我不知道能跟你遇上。你觉得这辈子都遇不到我了？你不想遇到我？没想过这事儿，是吧？一行当的。你比几年前漂亮了，但我没走。那我觉得他应该是 leader 啊。那你不也是吗？啊，所以我们是对手，就这么定。对手是吧？觉得这个不影响感情交流。认为有事说事，不用拐弯抹角。对，就你别跟我玩阴的就行了。你会拐弯抹角吗？我不喜欢。啊，那你觉得我会吗？不知道。我会。终于有人能治黄晓明了。我们都可以不知道，你必须要知道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我不用，我觉得你觉得就好，静静觉得就好，静静。我是店长，那我拿最多。你瞧不起大家是吧？你瞧不起大家是吧？那大家都拿一样的，好吧？不认识的孩子，你好意思下手？也都是你说的算。自曝第一人。喜欢出去玩吗？旅游吗？不喜欢，特别不喜欢。说那你花语少年对你来说是个折磨呀。是是。啊，大家好，我这是真实的宁静吧？那个节目因为它长了，它去前我也在想，我说三天我们还能装一下，一个星期一口气，可能就不行。时间果然三天都没有装到。你不根本不在乎那负面的？我不是不在乎，我也学习，我在想骂的都什么呢？有些骂的还可以。是不是只有宁静演这段才这么入戏？老上是要杀了臣妾，滚吧，你给我滚！放肆！谁招你？又是谁惹上你了？是陈天吗？看看你自己吧，成天阴着脸，满肚子算计。我呢？我什么时候想攀到高位？我什么时候搞个排一级？太子之争，我说过一句话吗？后宫之争，我挑过一件事吗？臣妾怎么了？怎么就惹上你的那帮胆宗室的王八王孙了？我受了气，你不帮我出气，我被人构陷，你也不帮我。